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监官，谢谢你们一直来支持我的生活小品频道。暂时我那个频道停更了，因为我开始了另一个频道，学马来西亚汕语 （Malaysia Lingo），不是很深的文字，可是学会了，容易与人家交通，尤其是马来西亚，我们这里的主语是巴沙、英文、华语，还有 Cantonese。你们有时间的也欢迎点进来看看，谢谢你们呀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到时再见。